背錢背錢啊 My own hell I won't let 你想太多了可能 Out my sight Cause then I would have no life Cityscapes askew Stuck inside at noon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 How far you'd fall 变精变精变精我会剪进去哦立刻闭嘴一二三再打回来我不喝咖啡耶很棒我知道的其实他送了杯子100个胶囊哇看是不是很漂亮我们现在呢要出发去买食材，因为我们今天决定要在办公室自己做东西。我们现在办公室里面的小厨具已经多过我家了。我们这边就是一个中华一番，怎么讲什么？是啊。Another guy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the kind of love you only see in another. I wasn't waiting for sunshine and unicorn. I'm nothing at.Running and you don't bat All of a sudden you're the hero of my story I celebrate the love You know this don't need glory 你好咸味咸味是吗对吧就啊就Oh、然后三分钟左右才叮咚。好像没说。哦，没来，我现在 OK 了。没事的，没事的。哦，可以。不要，这边，这边，这边。你点拎到嘅？吓，呢边唔要喎，我见呢度，呢度，呢度唔掂。这段的配音好精彩哦。这是我们最近的新朋友，是 Bruno 的这个，它叫烤炉吗？这个感觉比我们之前用的还要更容易清理一点。对，哇，我们不沾。哇哦，哇 ，nice。另外，今天为了怕我们吃不够，我们还有这个拉布吉，还有饭。对啊，也不错。哇，好香哦，在旁边。泡菜、牛排、鲑鱼，还有拉布吉，然后再一点什么呢？鸡肉。鸡肉。到底我想用辣的。哦，我听过。好辣。OK。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 rumba or salsa.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Fall onto me, slip into you. Our bodies twist and turn. You got my vision blurre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 Keep on spinning me around.是星期二，然后我今天没有上班，我今天请假。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要请假，纯粹就只是今天想放假。那其实我今天给自己安排了一些不同的活动，非常的期待。希望我等一下可以真的把手机也关掉，虽然说应该不太可能。
然后跟大家讲，这个不是业配，我纯粹只想跟大家讲，这个真的是我用生命在爱的粉底，然后你看被我用到这样子。荒唐的事情就是我到公司之后发现我忘记带公司的电脑了，所以我现在用的是之前的旧电脑，还有它也可以开机。就你们真有试过咖啡机了吗？怎么样？没有。我看没有，正常。今天可能在请大家都帮我 brief 看一下那个影片，然后有什么要加的，我今天晚上一次加，预定明天晚上出，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这次的字幕也上的，好，为什么？上的比较漂亮。It's coming through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ow much it means when you spoke to me。哎，这个景很棒哎，可是。分享给大家，这个是我们新的站立工作区，还有我们的循环扇。我是新的同事。你叫什么？我叫 Chair。Chair。对。Bingo Chair 啊 ，Chair Chair。Chair。我走近啊。哇，其实你筋也蛮软的。当然软的，我是一个舞者。Hello， 各位，现在这个奇怪的角度呢，是因为我们把这边的桌子给搬走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围一个圈圈，还要再开什么奇怪的会议。Oh my！ 什么？其实还是新的噶，次次都系咁，得四块，好嘅，谢谢。我的卡鞋很好吃。哎，我的耶！啊，有没有？啊，也太悲伤了吧，什么都没有。啊，我的也有点悲伤哎，它真的什么都没有。Thanks, the cup smiles, he finds me for the worst time. 好，我先走了，大家再见。好，拜拜。好像要出去跟 Agnes 做一个 fitting。哇，这个光线真的是。13套的衣服，而且他实在太小只了，好多衣服都把你淹没了。这个，而且他今天戴一个荧光蒙的口罩，好傻啊！而且他今天试的衣服都是冬天的，有冷气着就好舒服。如果出街应该一秒就热晕，热到晕低。他刚才说，那我拍的时候要去户外拍，我就说你最好，你想太多了，决定要改翻喺 indoor 拍啦。是我今天忘记带去上班的电脑哦，我明天一定要记得带去上班哦。现在跟大家看上一下我刚刚在 Diptyque 买的东西。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他们家买过一次东西，就是去年我生日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一个蜡烛嘛，大家记得吗？然后我最近烧完了这个 Jo Malone 的 Green Tomato Vine， 其实也是从去年冬天一直烧到现在烧完了。所以就去补买了两个大的，这个是我上一次买完，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家具的味道，虽然它的味道比较算是那种冬天那种温暖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就算是夏天用给我都还是一种很 homey 的感觉，所以我很喜欢。那我选的味道是这个
是不是叫 Benjong 啊？其实我不会念这个名字，它是一种带有淡淡甜奶香的木质香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到我刚搬进来的那个时候。然后第二个呢，是其实我也一直都很想要试试看他们家其他的味道，但是第一次试新味道，我就不太敢，就是买太大的，我怕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小的。然后味道是 Mimosa。然后呢，在我刚刚就是回家的时候收到一个包裹，是我前两天在 Pinkoi 上面订的。他们最近有一个一人前的活动嘛，虽然现在买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因为现在是夏天，可是我买了一个是一颗茶叶蛋的杯子，是不是很可爱？我是觉得很可爱了。那分享完战利品，我们现在就来到今天的 sponsor 环节。Thank you Surfshark for sponsoring this portion of the video. 我最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网上购物，包含最近在帮公司添购家具啦，然后我要回台湾订防疫旅馆啦，我要订机票啦，还要订很多就是大大小小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网购啦。虽然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像我这样子的普通人，或者是像银行啊，或者是店家，就是大家对于线上交易这件事情都还算是蛮有警觉心的，但对我来说，我还是会觉得很这些东西我看不到，我没有办法去保证说，我的资料没有被人家拿走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个 VPN service。但是 VPN 是什么呢？它其实算是一个加密的服务，并且它可以在网络上面有点像屏蔽你的所在位置，然后保护你账户的安全。那 Surfshark 呢，有一个叫做 Surfshark Alert 的功能，所以当有骇客或是有就是一些不孝分子想要入侵你的电脑，或是你的 email， 或是你的账户的话，它就会发出一个通知，让你知道说，有人想要来攻击你了。这样子的功能其实对于常在网络上面交易啊，或是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我，还有你，其实我觉得都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保护层。另外呢，因为它就像是一个保护网，可以把你的个人资料或是你的所在区域给保护起来，所以你在很多线上串流平台，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有地域性限制的。你只要打开 Surfshark VPN， 然后去点选你想要看的那个剧集有播放的地区，你就可以看到那些节目了。那现在呢，只有我的 promo code 就会有 83% off， 然后外加三个月免费。那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衡量一下说，今天这个价钱对你来说是不是能够负担的？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蛮强烈的建议大家可以去使用 VPN service， 就是在网络上面给自己买一份保险的感觉。好，那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好。我等一下应该要来擦一下地板，因为我前两天呢把一罐我的甜白酒给打破了，我就是喝的有点懵掉，然后我就踢到，就整个酒洒了我这个地板。我现在觉得地板有点黏黏的，我等一下可能要再来清一次。
哎呦，我最中意嘅油麦菜，全部给思密达。最近很努力的在追 Vincenzo。已经开机了吗？等你把先拉开，放进去。我现在好像什么？不是啊，把杯子放在这啊，就好了。会有一个就是胶囊破掉的声音，就是，然后就，等一下，你可以试试看，再录一次，看是不是也要不要不行？可以可以可以。背景真的是非常的混乱。这间呢，我们也想订了很久，但每一次呢，在 delivery 上面，它永远都无法下单，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都没有开系统吧。今天终于被我们订到了。它叫什么名字啊？叉烧超人。你死了。宋仲基好帅哦，怎么办？我恋爱了啦！你有恋爱了？对啊，我恋爱了。我们先来看《Alice in Wonderland》。耶！那零售在哪里？我刚刚一眼就 spot 到他，对吧？他其实真的很好认，他那个 body figure 很好认。好好哦，呀，超好认，好这个好这个，如果美女都来了，大家都。When you are young, don't think about how good things have a bad side. You spend your time waiting around for the fall, not the goodbye.When you're naive and so green, it makes it hard to believe how life works when you're older. No matter how far, no matter wherever.Deep in your heart, my love, I'll stay when I'm away, no matter how far, no matter the way, no matter the pain, heartache. 你好像骗局杀人魔。我买了一个新桌子，但是要自己组装，所以我刚刚去买了一个电钻。
耶耶，辛苦你们了，我什么都没做。蛋糕都系啱嘅。OK， 太好了，我们真想说这个会太高，然后这个太矮。可以坐喺度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哎，我们找到它的第二用途了。很有用哎。各位，哇，你们镜头好歪呀、啊！我好像今天 so far 还没有好好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因为今天 Boris 跟雨乔要发他们音乐会的影片，然后就想说跟就是 crew 一起吃个东西啊，然后一起看首播。因为这支影片听说有两个小时，所以哇哦！我穿了这个狮子王的衣服，然后一件黑色点牛仔裤，然后准备带一罐白酒去跟大家一起喝。然后给大家看，我在想我爸爸带过去呢。你们看过的荷包蛋，然后这颗呢，就是今天才刚到货的白白。Sylvia， 为什么这样对我？哇！哇！怎么样？大家别太别太别太可乐很可爱很可爱，我一直都很可爱我好的头脑，虽然我没翻学，但我真的好多谢你的帮助。没翻学啊，这个时候他就我 F 了我的 subject， do you know what I said？ editing， YouTube editing， 他刚才说错了，他要多谢的应该是一般私心私写啊，收尾啊，要谢啊。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